回家的感觉怎么样？好爽啊！非常的高兴。那边有我的歌迷，你好。啊，今天我觉得这么久没有回中国，然后非常的亲切。嗯。我在大家希望今天能够过一个快乐的晚上。当然，有丽颖在，我们肯定会非常的快乐哈。谢谢。那丽颖今天带来了哪首歌曲？我今天带来两首歌曲。 Yeah!
休息一下。